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现在天已经黑了哦，7点多，快8点了。超市应该熟食要准备大特价了。这里是茨城县当地 local 的小超市，我们一起去逛超市吧。走阿雄现，Go！在要走去哪里啊？这边有生鱼片，哪边去有看生鱼那片？边有生鱼片。超便宜的，更标准的，对啊，325，不到100块，对已经啊，加感觉上。这里面瞬间风格，带他回家，他喜欢我，我要带他回家。是这样啊。对。不用了，哇！这样算下来台币不到100块，没有厨房，太可惜了。这不是鹅啊，这边这是什么？安康鱼啊。好的。那你就不用真的吗？哇，在这秀了。啊！没有厨房啊，好可惜哦。对啊。上一次在东石买的，这个比较胖，比较肥。哇，这只真体有够大只！哇，这只阿公级的吧？这个比较便宜，我想要买这个。超大块的猪排，炸猪排。有一个。实际上我们已经拿了。那这个你看，不错。6折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个，变菜了。天哪，这算合台币？里面就已经有酱油了。这合台币不到100块。对啊。透明的，它是透明的。你手丢丢呢？这里看完这很便宜耶。要吗？啊。哪一个？随便。一个。啊。那个吗？薄饼，不知道哎。已经买这样子够了，不要再买。已经吃饱才来的。
金鸟蚊香。Oh my god！ 大罐装。以前台湾好像有卖金鸟蚊香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好像是。哇！对的 ，zero， 这也是个女生啊 ，zero， 九斤，那上面那一排也都105哎、欸。好，说好的不要再买了。2857円でございます。1万2857円でございます。ただ取りいただいて。はい。もう一人2000円。手指另外放好了。超市战利品，超市打烊前半价产品开箱，丰盛哦！啊，还有一些在袋子里面是怎么样？是不用立刻吃的吗？香蕉。香蕉。而且这个是。最近最红的机能性食品，嘎巴食品，它可以降血压，降血压香蕉，真的哦，这才200块日币耶，含税、啊，这是没有酒精的啤酒吗？对，没有酒精的假啤酒，哇，啤酒，假的，好哦，来喝看看。像酒吗？还蛮像的，还蛮像的。泡泡，哦，真的有泡泡的，泡泡很多哎。到底是怎么样酿啤酒可以酿到没有酒精？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很神奇，奇妙的化学反应吗？那应该买两罐的。好好，再去买，再去买。重点是很便宜，很便宜，100块日币，700块日币哦，起码个20几块。20块，超便宜的。阿萨伊。这个应该不用介绍了，就是浓醇香的。阿雄不喝牛奶的，对，啊，真的是浓醇香，超好喝的。阿雄开箱，酱油来一点点，酱油放哪里？哦，哇，
上才刚吃过生鱼片冻，实在不过瘾，继续再来。小野也要吃生鱼片。超市生鱼片，注意哦。嗯，袂歹啊，好食。来，鱿鱼来块。哦，绵密的口感，不错，这是鱿鱼啊。嗯，今天鱿鱼好吃。哦，鲑鱼好好吃哦。嗯。你吃看看。如何？好吃，好吃哈、哦！那边的超级市场都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。对啊，而且有弹性的，不会很、很软烂这样。辣的没来吃。辣的。辣的没来吃，直接挤上去啊、哦。嗯，我就觉得不怎么辣，鲜吗？嗯，还不错。第二只中的很，刚才吃那只小的没什么肉。原本还是在台湾的好。比较软。比较软啊。嗯。会 Q 吗？嗯，也 Q 啊，嗯。弹性不好，比较软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口感跟台湾的不太一样，感觉它的肉好像比较薄哎、欸。对啊，完全比较薄、哦。品种不一样。品种不太一样，对，还算好吃。嗯，握寿司，沾一点酱油，请我配我吃握寿司了。我们那边都没有超市卖这种东西。谁跟你说没有？星光深月的超市就有。星光深月卖帅咖喱的星光深月，那时候被公干了。哎，吃完，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咬都好吃。感觉它的寿司蛮好吃的，连米都蛮好吃的。嗯，哦，不知道是什么了。那些三元使用三元猪，三元猪是什么？三元豚的炸菲力，这是一种猪肉吗？另起拍价。还是有中中的感觉、啊，如果是热的应该更好。嗯，看起来很扎实啊。嗯，而且不柴，蛮好吃的。他们很厉害，他们都可以炸里面有一点，有一点红红的。嗯，就吃光光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开箱这个浓郁的生吐司。刚刚买的这个特价的生吐司，拿一点点吃看看。哦，撕起来的那个感觉还不错。嗯嗯，的确是好吃。
那我们现在当钓饵也不错。嗯，吃的时候手感就不太一样了。嗯，绵密的口感。嗯，而且很香哎。嗯，香气很够，好吃。嗯，阿雄吃到变白痴。嗯，我在想这个，可以拿来当饵。搓一搓就可以拿来钓鱼，这么好吃的吐司拿去当钓饵。我明天的钓饵，哒哒哒哒哒，这是什么？腌鱿鱼。好的，那期待你明天的好消息了。哦，吃的有够饱。今天的半夜开箱生鲜超市半价企划，好不好？明天再继续吧。晚安。晚安。这一趟一定会中很多公。本来378。本来就已经很便宜了，啊、本来就不到100块台币了。本来就是，本来是加税是408，啊，半个人就是在200块。天哪！200块日币，搞去关秘鲁，赶快去。哪有秘鲁105块而已？搞秘鲁105。你醉了。那关秘鲁来去。40块而已。对呀、啊，很便宜哈、哦。不搞笑哎，无得嘞。这一趟一定会重很多公斤，肉都跑出来。赶快把它剥开。